个聊天其实也是我自己非常非常期待的一次，因为就是今天晚上跟我们聊的三位就是米高，然后阅读比根，我们常称为比大，对，然后还有 Duncan 都是，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是蛮熟悉的朋友了，就是我们其实经常在网上会聊天讨论，然后我也经常请教他们，但是就其实一直都没有这种实时的，就是比较即时的这样的一种聊天的方式。那今天其实是非常非常开心，能够跟三位一起来，三个老朋友吧，一起来聊天，特别是聊一下我们就是，我觉得今天也不一定是一个多么知识性的一个输出吧，更多像是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从可能作为一个创作者，然后从 Web2 走到现在这个浪潮，我们有什么收获，然后可能还有很多的是困惑，然后以及我们接下来也想一起干一些什么事情。所以，对，今天晚上应该是一个比较开放的聊天。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今天晚上来的三位，就是可能大家也很熟悉了。那首先第一个是米高啦，那米高其实他在那个一直都是在做一些游戏相关的行业但是他参与就是这个 Web 三当中，特别是这个创作者的 Web 三经济，其实很早。我今天翻了一下我跟米高的聊天，发现我们大概2年多之前就开始聊。然后他其实，在 Steemit 是更早就开始加入 Steemit 这样一个平台。可能有些朋友也比较了解，就是这个跟 Matic 也有点像哈，就是它是一个写作跟加密货币有一个结合的一个平台。对，应该好像是4年前，可能等会米高可以，如果我说错了可以补充，就是应该是在18年的时候，就已经加入了这个 Steemit 的平台，然后在19年的时候，米高也就来到了 Matic。所以是等于在这个Web 三的创作者这个经济下面已经深耕了蛮久的一个创作者吧，对。然后另外是阅读比根，那我们常称他为比大。我觉得大家会这样称呼他，是因为就是比根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就是跟大家分享，然后引导大家共同学习，就是进入就是Web 三领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伙伴吧，对，那大家可能应该会也会看到很多，就是比根做的很多很多的一些科普类啊、引导类啊、知识类的一些分享，对，比根现在也是我们的一个 mod，就是他也在负责跟我们一起在运营 Discord 的频道。那另外还有一个是 Duncan，那 Duncan 也应该也是 Matis 的老朋友了。Duncan 自己本身是一个软件工程师，然后他现在在 Matis 上有经营一个围炉，其实也欢迎大家一起去订阅，就是会去谈一下从他作为从工程师的一个角度吧，去分享一下他对一些 Web 3产品的一些认知，譬如说包括产品对用户的隐私啊、产品的开源啊等等，就是会带入一个就是 developer 的一个视角。所以那今天晚上就很开心跟三位一起讨论，我们之前有大概先聊了一下，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想聊什么，其中有个问题就是我也是蛮想问问三位的，就是说想知道就是你们是怎么进入到 Web 三的这个世界里面，就是你可以从你作为创作者，或者说你作为一个 developer 的一个角度去分享你这样的一段历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你会觉得 Web 三跟之前你们使用过的一些 Web 1或者 Web 2的平台有什么差异？对，那要不先请比根先分享可以吗？哦，好的，听得到我声音吗可以的，晚上好，听到，很清楚。？OK，OK。哎，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啊？再让我确认一下。对，就是刚刚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是怎么从就是可能是 Web 2走进 Web 3 的？然后你们觉得就是 Web 3的话，相对于传统上我们说的 Web 2，在譬如说内容啊、行销啊，或者是产品上有什么，就是你们可以从你们的角度分析有什么不同？好的，大家好，对，我算是，假如我要定义的话，我算是有点空降到 Web 三这个写作的平台，因为我的创作生涯其实蛮短的，我的写字历练大概只有1.5年吧，1年半，就是从二零
2020年8月加入 Matters 的时候才开始算的啦。对，假如 Web 2的话，假如连以前玩大学 BBS 或者是 Facebook 那些零星的贴文也称得上沾得到边的话，那那是我唯一 Web 2的经历。对，那我进入 Web 3的一个契机是，其实是一台电子书阅读器。哦，大概是朋友在2019年9月的时候推荐我去买的。对，那买了以后我就读了一阵子嘛，读了一年。对，那读到某个时间点以后，就开始人总是有一个不满足的基因，就是我想要开始把输入 input 的东西变成输出，化为文字书写出来。对，那我一开始是用很土炮的 Google 文件去写。那对，那上面写起来就孤芳自赏嘛，顶多我用那个 share 的功能传给几个亲朋好友看这样。对，那后来实在是受不了那种好像孤独感的感觉吧，然后那时候我也试着再去找一些更多的诱因去激发我去维持写字的这个习惯。我那时候就在 Google 上用很多关键字，比如说什么写作啊、平台，也有收录去索引。对，我先是找到了 Medium 这个平台。对，不过那边有些很多用户在用的话，可能他对华语的使用者那个策展的界面不是这么的友善。对，那后来大概又过几十天吧，总算被我找到 Matters 这个地方。对，那这边我觉得在这个 Web3 的平台，就是第一个，很多你的文章下面可能会得到很多留言的反馈，就是有种热闹的感觉。那就是然后他的这是以作者的角度啊，那假如以读者的角度，就是说这网站很简约、很流畅、很轻盈的感觉。哦，因为我以前对于那个写作平台想象就是匹克邦那样子，就是上面有很多五颜六色的弹跳视窗弹来弹去，所以那时候我刚接触到这种平台，有点惊艳到啦，就是有一种可以透透气的那种舒爽的感觉。这是从读者的视角来想象这件事情。对，那我回答到问题吗？好啊。其实就是一台电子书阅读器带领我进入 Web3 世界的。谢谢。听起来就是有一个契机让你开始想要向外分享，对吧？然后在比较偶然的基础上发现了 Matters 这样子，然后就是我觉得算是跟着我们一起，就是开始慢慢去探索，就是所谓这些区块链技术到底能为创作者带来什么吧。就是其实我们都是一起变化的，就是 Matters 也是。其实 Matters 在2018年开始内测嘛，然后也很久了，5年的时间，从开始到现在，就如果一直走过来的人也会感觉到我们变了非常非常多。就这个变化可能对有一些读者来说也不一定就是喜欢的变化吧，但是的确是我们有一个蛮明显的，就是从一种 Web 2的创作平台慢慢向 Web 3转换。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明确一下，就是这里我们在讲 Web 2和 Web 3讲的是什么。就是在我的理解当中呢， Web 2比较像就是说有一个平台，然后它的服务器是某一个中心掌握着的，然后大家可以在上面写，然后也可以在上面读，就大概是这样。那 Web3 呢，就是现在大家想做的应该就是说通过区块链的技术，就是让大家在这个平台上的数据也是用户自己所去掌握，而不是说有一个中心的一个服务器或一个公司或一个垄断的平台去掌握。就这是我理解的 Web3 了。那其实很明显就是 Matters，或者我觉得现在市面上还有很多的深圳是 Web3 的一些这种平台，它都还没有实现这个理想吧，就是数据所有权的归属的问题。所以 Matters 肯定也还没有实现，还没有完全实现这一点，也还在向这个方向努力吧，我觉得。好，那我们再听听看，要不先请李高也分享一下，就是你是怎么样，就是慢慢的进入到这样一个区块链创作的一个环境里面的。对你来说，你觉得在这种我们刚刚说的 Web3 的平台上进行
创作跟你之前的一些譬如说你也有个脸书嘛，有一个对，有什么区别？有，好啊，谢谢大家，今天晚上可以一起来。但是我的国语已经很久没有用，已经两三年没有用，所以很清我尽楚，量说了。听得很清楚，我做了刚才既然说我做了游戏20年，其实我因为做游戏，我要电源的关系，我要建立不同的游戏社区，所以我一直以来都是比较关注社交媒体，因为我要做游戏社群嘛。还有在12年的时候，跟太太一起在 Facebook 里面，我们建立了一个粉丝专页，到现在已经10年开始，差不多现在12年了。在 Web 3的时候，其实我原本我是比较期待是游戏，在区块链游戏的，但是我玩了两三年之后，差不多我还有营运过区块链游戏，但是我现在觉得越来越不看好，因为区块链游戏在 Web 3里面的区块链游戏已经不再是一套游戏，现在是变成一个用游戏来包装的一个金融投资平台，所以在 Web 3.0的时候，我最看好的其实是区块链内容平台，因为我相信呢，因为我其实我年纪不小哈，我1989年开始用电脑，但是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我觉得每一个网络年代最重要都是社交媒体，当中我觉得最宝贵的就是内容平台。其实我现在我用了不同的。我在18年开始，其实我是17年开始接触，但是我是18年才开始用，就我试过大概10多20个不同平台之后，我现在只待在 Steam 跟 Metis 里面哈，我现在只是用这两个，我1989年，真的很久，我1995年开始出来工作那段时间开始第一份工作也是做 IT 哈，到现在。好，我现在分享，先分享这一些哈。好，行，谢谢米高。对，我看到你说1989年用电脑，我觉得好早，但是我还没有出生。对，好，那也请 Duncan 分享一下吧。也想听听看你的经历，就是从 Web 2走到 Web 3，也想听听看。好，这样声音可以吗？可以，很清楚。好我自己在我们如果从更久以前 Web One，也就是烘焙机那个年代哈，因为那时候我没什么参与，因为太乖了，都在念书，没什么课外休闲，不知道创作什么。但身边已经有朋友会，比方说那时候神奇宝贝在台湾很红，他就会做一个网站上去这样。那一直到 Web Two，也就是最早的部落格年代那个时候真的是百花齐放哦，在台湾最有名就是无名小站嘛，我们非常多身边人都会写无名小站后来被雅虎收购之后没多久就关掉了，那我就转到其他比较有名的部落格平台，在 WordPress 上面写一些自己的笔记，因为我自己大学其实也不是念资工本科系的，但对于电脑资讯一直都很有兴趣，所以就一边学然后一边写。那我到了Facebook 起来的那个社群年代开始玩的时候，一开始其实很讶异，我想如果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可能也会有点印象，就是早年的部落格年代，你相片上传的空间是有限的，你要付费升级。那到 Facebook 一开始进来台湾的时候，才意识到说，哎，原来相片上传空间居然可以到无上限。那时候开启了一个网络的免费年代。不过我早期那时候在台湾热门 Facebook 的时候，很快就不太用了，因为其实 Facebook 早在2009年、10年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一些隐私问题，比方说他们一开始所有的文章都是你朋友圈才能看得到嘛，那他们后来把预设值改成预设成公开贴文，去让你的内容可以从朋友圈往外扩散到公众的视野，这样他们做了很多类似这种没有经过用户告知，然后就调整产品设定的
各种事情，所以印象最深刻是2010年的华尔街日报有一个 D8 Conference， 他们就有直接请马克·祖克伯上台，然后去质问他这种隐私问题。所以大概2010年那时候开始，我就已经不太用 Facebook 了，就因为我还蛮注重隐私的这些，那对于这间公司的作为其实不是很喜欢。那同年的时候 Instagram 也发布了，然后我也很早期就开始用了，但两年后它被 Facebook 收购之后，我也就都不太用了，所以我几乎完全错失了这个社群平台崛起的这个红利。那我的内容啊，想写的东西也几乎都不太放在 Facebook 这集团下了这样。那所以转而我比较常创作的平台，在 Web2 那个年代都不是在这种 Facebook 集团的社群平台，而是在一些论坛型的，比如说台湾最红就是 PTT BBS 嘛，那上面其实有蛮多作者在上面常发表文章，成名之后也会经营 Facebook 粉专或出书，那我在那边也发表过一些文章。然后当然 Matters 也是因为它有一种论坛的属性嘛，当然还包含我现在的工作，因为一直跟端传媒有一些合作，我现在负责 iOS App， 所以很早就知道 Matters， 也很早就加进来这样。那最后我自己比较近期比较常发表平台从最早的台湾有过一个智冠投资的 App 情报志，到站上也有一个名叫傅瑞德的先生，他有创办过 Rocky Cafe 这个火箭科技评论的网站。那到后来我因为有写了两篇其实是一篇蛮长的 iPhone X 的文章分析，因为那时候 iPhone X 的刘海刚出来的时候其实蛮奇怪的，所以国外有蛮多解析的文章，我就跟着也写了一长篇。那当时不知道投到哪，所以投到数位时代去，就一路写到现在。那中间也有受邀他们担任数位时代纸本的杂志专栏作家，所以我反而有蛮多的写作经历是回到这个传统的投稿出版界这样。那 Web3 真的是在Matters 空投了 Travelogger 之后才觉得好像有点意思，所以又回来这边逗留三个这样以上。明白。对，我有看到就是我们的文字聊天区也蛮多朋友在分享他们当年的玩 BBS 啊或 PTT 的那些回忆。就是我也想问一下你嘛，就是三位其实现在都已经是至少我看到在 Meta 上面已经是非常活跃的用户了。对你们来说，就你们刚刚都有提到，就是之前的在一些论坛啊或者说是 Facebook 啊或刚刚那个Megan也提到 Medium， 就是在这些平台上做写作跟 Matters 或其他的 Web3 平台上做写作有什么不同吗？就是这个不同除了就是刚刚可能比根有提到的，就是有更热络的回应之外，就是这种社区氛围之外，有没有一些更不一样的想象，就是放到 Web3 这个语境下，就譬如说我们也一直想做的就是让这个社区更去中心化等等，就是这些现在 Web3 的一些比较流行的这些词汇或这些理想，对你们来说，对于你们作为创作者来说，跟在 Web2 创作有什么样的不同的体会吗？可以先听听看比根的感受。好的。我觉得 Web3 写作跟以前 Web2 写作以来，我感受到最大的一个差异就是，其实呼应前几个礼拜Matters 线上学习会的一些结论嘛。对，就是这个价值假如这个社区有一个价值的话，它是整个社群去协作共建所创造出来的，它跟 Web2 以来那种单方向的给予的那种感受不一样。比如说 Web2， 比如说订阅制好了，你订阅某个人的文章，你可以看到一些限制，就是被锁住的文章，那是 Web2， 那个价值是由那个作者单方面灌输给底下的读者，就这样子。对，可是我不知道台下的听众就是有没有一个感觉，就是 Matters 这个平台或者说整个 Web3 机制，它都很强调一个，特别是在 NFT 的东西出现后，他特别强调就是那个价值是整个社群一起协作创造出来的。比如说像 Travelogger 这个东西好了，
对，我观察到它有一个赋能，这个赋能就是那个线上学习会的一个回看权嘛。对，就 NFT 持有者的人看。对，那比如说今天我们现在这个 ANA 是一个学习会好了，那有 Travelogue 的人更容易，就是他并不一定要在 Live 的环境才能听，他事后也可以听。对，那有更多的人可以参与这个学习会，不论是现实Live 的或之后再看。对，那更多的人参与以后，那社群呢可能鼓励不论是大家在及时的文字交流，或者是事后整理出一些想法，把它发表在社群上，那让更多的人看到，那更多人看到以后，他就会对这个学习会好奇，那又更多的人就参与了下一期的学习会，那他就好像滚雪球一样，这个价值会两边互相的去共融，它是一个双向的循环。对，那一旦这个学习会价值起来以后，那这个 NFT 的价格它的赋能有可能水涨船高，所以它是一个双向的，这个价值并不是说Meta 单方一方面去单一的去灌输，而是需要靠整个社群整个 Web3 的成员们去协作，一起支撑起这个价值。这是我在 Web3 所观察到的，谢谢。对，我觉得比根说这个我自己也蛮有体会，我觉得这个好像对我来说也是 Web3 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它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参与，并且人人都可以从中拿到所有拥有权，然后并且就是一起去推动一个项目吧，或者说对 Metas 来说是一个社区的发展的。对，这个是我们前几周我们在连续的聊到这件事情嘛，我们就会提到这一点，包括那天晚上都比在讲女性的这些 NFT 项目的时候也提到，就是说通过拥有这个产品的通过拥有这个产品的 NFT， 我们可以成为这个产品的一份子，就是不是说只是一个被动的用户。我在想可能关于这个部分米高也蛮多想分享的，因为我们在这个 MA 之前跟米高都有蛮多的沟通，然后包括之前都是就是米高都会持续的提到，就是对于这些 Web3 的平台来说，用户有一个心态是很重要的，就是它不应该就是一个被动的心态，就是对，而是应该更主动去参与去创建这个生态的这样一种心态。对，我就请米高来分享一下吧，关于你的这个见解。谢谢嘉颖，还有刚才比代说的时候我也很有感触，因为先回应他们，因为我在 Metas 的共学课里面我感受很大的我其实我本身是做游戏营运的，我在2002年开始那段时间是 Web 1.0 的时间，其实那段时间我们要做宣传推广要花很多很多很多的力气才能够建立起一个网游或者是一个网站的一个浏览量但是到 2.0 的时候，比如说 Facebook 啊 YouTube Instagram Line 这一类别我在来一段时间其实我现在太太也还在营运太太在营运我们的 Facebook 平台，她在分享一些健康，因为她上年度老中风嘛，所以她现在是分享一些健康啊一些老中风的福建的内容为主但是我们在做一个这个 Web2 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比 Web1.0 的时候更加累因为来个浏览量是从不是我们的内容决定的，是 Facebook 的演算法来决定的。在我们做粉丝专业的时候，好像我不觉得是在做内容，我觉得在不断满足 Facebook 的要求所以我其实知道，总有一天我会离开 Facebook 跟 Instagram 的。这个是我很清楚知道的但是来到 Web3 的时候，我就完全是一个不同的概念。我不是在好像我以前做游戏做营运做行销一样的心态，我不是这样的。因为做 Web3.0 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在参与或者是说是在一起去建设这个社区
我希望在区块链的帮助下面，我可以找到一个平台，可以长久在里面运作，在里面去做内容哈。不再好像以前，我也很早做，我是2008年我做自己的部落格，但是我觉得我已经办了很多次，我在番薯藤，在 YouTube。在 Yahoo 播，在 Google 播改，我办了很多次，我也还有自己的 WordPress 内容，但是我最后待在 Facebook 里面，我觉得已经办了很多个部落格，我觉得已经很累，所以我现在可能年纪已经不小，可一直在想寻找一个可以永久居留，还有就是可以停在哪里的一个平台。我觉得 Web 3有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我不再是一个用户哈，我可以因为我在 Web 2.0的时候，我还是一个用户的感觉，但是在 Web 3的时候，我可以参与在里面哈，我可以一起主动去了解其他的创作人，还有就是可以成立不同的小组，一起去参与到，比如说还可以一起参与 LiveOne 的 Community Meeting，这些都可以，好像跟以前不同。以前是做内容，现在是培育我自己的账户，自己的 account 的感觉完全不同啊。对，这个也是，我觉得是大家应该都蛮有感触的，就是特别是有参与一些道的朋友，可能在这方面感触会更深，就是能够实际的参与到整一个项目的进展当中去。对，也想听听看 Duncan 的看法，就是我在想，就是从一个软件工程师的角度看，你觉得一个是我比较好奇的一点，就是你会觉得现在这些 Web 3的平台会不会其实都还很不 Web 3，就是包括 Metis 也可以，就是也是就是其实是往我们真正理想走，应该还有很长的距离。然后就是你从产品的角度会对这些就是 Web 3的创作平台有没有什么就是你自己的见解，就是包括像 Web 3一直讲的这个理想，就是数字的所有权啊等等，会不会觉得在这个方面，就是在基建上都还做得依然不够？然后另外就是你会觉得就是你对就是开源还有就是更多的开发团队，就是外面的开发的一些工程师加入到更多产品当中去，就是以一种更去中心化的方式合作，对这一点你是怎么看的呢？好的，我想先聊一下 Web 3产品不够精美这个问题。其实，我想没有产品是完美的，几乎不会有的。就你永远都找得到一些问题，就像现在 Facebook 其实也有非常多 bug 啊。他们早年甚至于有一个名字叫做 "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 这种开发模式，所以 Facebook 上面的 bug 其实超级无敌多的，只要你有认真在上面经营过就知道。所以这其实不是特别大的问题，甚至于 Matters 也有很多功能还很缺失的状况，这其实我也觉得都不是特别大的问题。比较大问题应该是我们如何让现在正在经营的这个产品跟功能是可以逐渐发展出更完善，然后在商业模式上也更 sustainable。那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回来看，就是内容有价这件事情。我刚才提到我蛮多精力都是在投稿嘛，那是基于我觉得，我们花了一个蛮长时间去写一份稿，譬如说我写一份稿可能会花上一个礼拜甚至2个礼拜以上的时间去收集资料，然后写出来。那这些时间一定是心力，我当然不会希望它是完全无价的嘛。应该说我相信它有价值，也希望它能转变成某种价格。那在 Web 2的那个年代，因为被 Social Network 他们发起一个免费时代的这种概念，所以你放到任何YouTube 或是 Facebook 那些平台，原则上都是免费给他们的。那我就不是很喜欢这样，甚至于台湾那时候科技媒体也很常免费互相转载文章，我也不是很喜欢这样，所以我才会去投稿到各个平台。那在 Web 2那个经营媒体的年代，我想包含我们所知的台湾的
报道者啊，香港的端传媒现在跑到新加坡，大家在媒体时代都尝试过活下来，在这个新时代怎么活下来，最终有一个最常见的解释，订阅制嘛。那其实小额赞助一直都不是一个太有效的方法，我觉得在过去的年代大家都太习惯在 Facebook 上面看免费的东西了。那 Web3 给我一个非常特别的感受，就是它可能跟群募有点像，就是这种由用户真的由用户去付费支持用户的这个内容平台是逐渐在 Web3 可行的，包含我们看到 Meta 上面我们有 Litecoin 的赞助的模式，然后有港币的赞助模式，那有围炉的模式以及未来可预想的包含现在 NFT 的崛起，这些都是慢慢形塑成一个模式，让内容可以聚合一些价格进来，使得这个价值能够更长久留下去。我觉得这是Web3 对我来说特别有趣的地方。那这个东西的探索会远比产品功能的完整性其实还重要。那最后想聊聊就是如何集结一个社群，或刚才提到开发者，因为最近 Notebook 其实一直有提到希望会有一些开发者进来。那这我必须说这本来就会蛮难的。怎么说呢？其实 Matters 今天能够聚集了这么多的社群上的人，包含在座这些人大家会愿意进来听，这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虽然会有人来来去去，但是一个社群凝聚本来就蛮花时间的。那开发者社群其实也一样譬如近几年的笔记软体有蛮多创新，大家如果用过可能知道 Room Research Notion 或是在苹果平台才有的 Craft 或者是Obsidian， 这几个笔记软体的崛起背后都有一大群的使用社群，他们都有自己的论坛去做这种快速迭代讨论。那所以几乎所有的成功产品都背后要很明确的用户基数。那开发者其实也是一样，当初Reddit 曾经开发 API 出来，所以有蛮多 Reddit 的第三方 App。那Twitter 也是一样，早年 Twitter 是根本就没有官方 App 的，所以几乎都是第三方去涌上去做的。那这当然也包含就是它中间有商业的机会嘛。那 App Store 当然更是了，一开始苹果也没有太多官方 App， 就是第三方涌上去才红的嘛。所以这个开发生态的经营其实也是非常花时间跟心力，需要慢慢经营起来，这本来就不太容易。我想 Matters 在这块才刚刚开始而已。对，就是开发者这个部分可能之后就这今晚之后吧，我觉得我们可以再跟丹肯细细谈，因为这个的确是 Matters 蛮想做的一件事情。然后可能很多人也知道，就是 Matters 基本上都已经开源，然后包括 Logbook 啊很多这些我们都很希望大家一起参与进来，包括其实 Matters News 这个产品就是如大家所见就还是有蛮多需要增补的地方，就这个我们也是很希望能够引入更多的，就是成立能够形成 Matters 自己的一个开发者的一个社区吧。对，这个我们可以再细谈。然后刚刚其实丹肯有提到就是创作有价这件事情，我相信这个可能也是今天晚上大家一起来聊天蛮重要的蛮关心的一个议题吧，就是 Right to Earn， 就是创作有价。然后这个本身也是 Matters 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包括去年我们做围炉，然后今年开始向 Web3 去发任，其实都是想去探索怎么让创作更加有价。对，然后我就很想听听看就是米高和比根的想法，就是你们觉得在 Web3 上面就是创作有价这个是怎么体现，或者说你们会觉得在 Web3 上面写作挣钱有更容易吗？就是或者说你们有发现什么就是更容易的方式吗？对，就是 Right to Earn 这个在这个方向你们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对，要不请比根先跟我们聊聊看。好的。我曾先前的讨论就是我发觉 Web3 呢，它是刚刚我提到群募的概念嘛，对，我蛮认同的。对，那就我的认知而言，就是 Web3 应该是项目方把他的钱可以跟用户一起分享的一个平台。
这件事情在 Web 2时代很难做。对，可是当这个钱包啊、代币经济啊、然后智能合约这些东西一连串的都把它整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容易的去实现。对，那以 NFT 来说，它关键就是那个所有权已经清楚的，然后不可逆的写在链上嘛，把它界定出来，那才有后续去谈这个利润分配的空间。对，那我觉得这样的机制哦，比如说像 Litecoin 好了，对，它可以协助创作者、协助用户在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就可以得到一些代币的益助。对，那会比较能够撑过所谓的创作者的死亡之谷，或者是说失望之谷这件事情，就比较容易坚持下去。或者是说一个像我是写字习惯的养成，比较容易长久维持。对，那我相信这个系统下站的比较久一点的话，那可以看到一些机会。对，那说到契机这件事情，我有一个想法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的观念是说要放掉一句成语，就是花落盛开，蝴蝶自来这样的想法。对，我觉得创作者应该有一个一人公司的思维，因为在你刚开始草创的时候，你暂时还没有一个团队分工合作可以去支撑你、支持你。对，那暂步花香这件事情，就是那个行销的工作得靠自己来，不要去排斥它。对，那这点无论是在 Web3 或者是 Web2 都没有差异。对，那像我而言，我有盘点一下，就是我接触马特市社区以外的那个世界吼的比较大型的一些互动。对，那大概我盘点一下，大概有四次吧。那其他三次是我自己的主动的出击，不论是有心或无心的插柳都有啊。对，那只有一次是被动，就天空下来有人在那个叫什么粉丝专页里面主动找上门来，就一次是这样子。有些我的看法是说，在 Web3 里面创作，前期会比较容易撑住，因为一开始就可以有一些益助，然后中长期而言还是要自己主动出击，特别是在行销方面，这点跟 Web2 的时候是一样的。对，我看到在文字频道上就有朋友说，就蛮认同你这个艺人公司的概念，就是说我的理解就是艺人公司就他除了要写作之外，他还要去行销，对吧？就是一个人要分担多种的角色。想听听看就是米高的观点呢，就是你说。我刚才比大也说了这句艺人公司的思维，我也在我自己也做了一个笔记，真的是这样的。这真的不单单是发文章，也要理财，也要上传，也要管理。我自己觉得Y2N 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它可以很低成本去赚到，它不是零成本，是低成本赚到 token 的一个途径。但是每一个平台它的处理成本部分是不同的。不过Y2N 有一个可以给用户一个很特别的期待，就是文章写得好的话可以拿到多一点的 token 收入，比普通人多一点 token 收入。其实我用 Web3 跟普通的社区来做，我曾经跟这样做一个比较。因为我初进去的时候我是在 Steam 开启的，在 Steam 刚刚今年第四年，刚开启的时候，我一开始我跟着太太说，为我在 Steam 里面写文章可能可以赚到很多钱，为什么这样说呢？你们可以每个人都可以打开 Steam 的首页，一进去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到几百块美金，现在是几百块。我刚刚四年前进来的时候是2000跟8000块美金一篇文章。我在想就是应该可以赚很多钱了，怎么知道我一开始发了大概一个礼拜我都是零收入的。所以那段时间我在想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有钱，但是我在现实世界里面我在想
个排名啊，或者是李嘉诚啊、马云他们怎么有钱，我也不知道怎么去他们怎么去拿这些钱。但是在 Web 3不同，我可以进去他们的钱包，我可以看他们的钱包的交易，可以看他们的收入来源，可以知道他做了什么方法，让自己在里面可以在创作多一点的收入。因为我也是发文章，他也是发文章，为什么他会比我多呢？还有就是我可以看我不单单是看现在，我可以看到他一年、两年、三年前，因为我刚刚进去的时候是刚刚 Steam 大概一年半多左右的时间，我可以看到他们一年到一年半前从零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去找这一条路哈。所以我觉得约3.0的时候，我们不是单单只是写文章，其实我们也可以管理自己的账户，可以还有就是可以营运自己的账户，的物，对的来一个账户哈。所以我就其实觉得 Web 三跟 Web 一跟1.0跟2.0里面，我是觉得 Web 三是比较容易的。还有一点，我觉得更容易是不是 Web 一跟1.0跟2.0的时候，我要不断去为那个浏览量去向脑筋但是 Web 3.0的时候，我就不是，我是单单做好内容，做好我的，好像刚才 B 大说，一人公司之下，你可以很多东西你可以想，可以策划出来，只要好好是做好内容，好好去运用手上的 token， 你就可以慢慢去经营起你自己的 Web 3平台。对，我想追问一下，就是刚刚比大有说到，就是他是怎么去行销自己，就是他提到他会去参加蛮多的社区的活动，去主动的承担一些角色，然后让自己在这个社区中有更大的声量。然后米高，其实你在不管是在脸书，你在脸书上的专业的粉丝也很多，然后你在 Steemit 还有在 Meta 上面也是有蛮多 follower 的，你能不能具体说一下，就是你的经验，就是你在你觉得你能不能跟大家很具体的分享，就是你觉得就是我们刚刚说艺人公司如果在行销这个方面有什么方法是你觉得比较有效的呢？结合你的经验分享。好，我可以分享一下，在我在 Facebook 是45万粉丝，但是其实两三个不同的粉丝专业，现在主要是我其他已经关闭了，我现在线下一个是30万，我太太在分享健康内容为主，在戳戳营运 Facebook 的时候，其实也不太清楚怎么做的因为初初的时候2010年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Facebook 是一个什么的平台，因为刚刚结出Web2 的东西嘛所以那段时间以为是也是用 Web1.0 的方法不断去找流量进来，但是原来不是这样的，应该是跟网络内容的来批的用户群好像朋友的关系一样但是我将 Web2.0 的做法去3.0的时候发觉又不是这样的，因为 Web3.0 的读者的内容他们不是普通的网文网络的用户，他们也是一个创作者在 Web2.0 的时候我初初以为是用流量的我在 Steam 的时候我初初以为流量的，我经常去我第一年的时候我经常批评 Steam 为什么不去外面抓人来看永远都是用户点赞才有收入但是我慢慢发觉不是这样的，因为Web3.0 的时候为什么你有收入，是因为对方有 token，他你的读者有 token， 他可以投你票。我觉得这一点我通了之后，我就觉得完全不同。因为而且去投你票的话，你在做了一个内容，
跟2.0的不同，2.0是广东话叫垂直的哈，在好像在做有一些为对方去做内容，但是在3.0的时候不是，他们投你票的时候不是因为文章，是因为你这个创作者这个整个人。我刚才邓肯说好像我觉得有一点好像 patron 的概念， patron 不是为了一篇文章的支持你，他支持你的他好像是在支持这个创作者的成长，未来慢慢去好可能现在不好的，好像以前一年前在 Meta 里面有几个小学生，我也不断去将内容给他们，我不是想支持他们的内容很简单，但是我在支持他的成长，我觉得我这个部分很不一样，好跟 1.0 跟 2.0 完全不同，这个是我自己的感觉。对对对，就是刚刚米高说的这个，就是在 Web3 我们支持一个作者是支持他的成长，这点我也是很有感触。我觉得现在就是 NFT 会在我们看来对创作者经济有很大的能带来很大的想象，也在于此，就是我们通过持有一个作者的 NFT 能够去享有他未来发展的一些就是他未来发展的一个空间，我们也能够通过持有 NFT 去跟他共享，这个应该是我觉得是 Web3 带来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是未来的一个想象的空间吧，感觉在这里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对，然后那我们现在就欢迎大家对就是有任何问题想聊的都可以随时发到那个AMA 的文字讨论里面来，然后我先说一些大家已经有的问题啊，然后一个是 Rifle 去问比根的，就是他想知道比根你是怎么去评价就是 Matters 和他方格子的分别，就是两个平台的区别你是怎么理解的。好的，我这边就我的一些自己的观察和经验来回答这个问题。对，感觉假如用四个字形容的话会是比较大胆激进的。对，诚如我们这个 Discord 的频道叫 Matters Lab 嘛，是一个实验室。对，不论是像 The Space 这个项目或者是 Logbook 这个项目，以前在 Web2从来没有人敢想过有这样的一个写作的一个模式，对，他很贯彻协作这件事情。对，那方格子给我的感觉会是求一个稳扎稳打缓步推进，包括我有看，因为两个社区的 Discord 群我都蛮常逛的，我看过他们的执行长 David 就写说他们自诩就是说他还不敢自称说我现在是 Web3 平台，他说我现在是 Web2.5， 然后慢慢的朝 Web3 去转型。对，那我觉得方格子那边协作的这个感觉他有，可是成本比较低。以我之前像在 Matters 筹办一个社区活动嘛，市民们的那个的决策权是比较高的，比如说他就发在以前的社区活动，就是我发起一个文案，那可能5个人支持，活动就过了，有点像智能合约，条件过了就自动 OK 了。那现在的征文活动也是跟官方互相讨论，那两边的一个权力的配比可能就5:5，甚至是市民们这边可能是来一个7哦，官方可能是3这样子。那方格子那边我有跟他策展过一次的阅读主题征集征那个策展的活动。对，那当初是就方格子那边的编辑就跟我讨论说他们最近想弄一个活动，你有什么想法吗？那我整个觉得协作的配比我是3他是7，对，就是说他们先有个东西想发想，然后可能请里长方格子那边的领航员叫做里长来一起跟他们协作，对对对。那 Matters 这边就很不一样，包括那个预算，你可以提预算，这个活动我要花多少钱？方格子那边没有钱啊，对，所以我觉得在协作的部分，Matters 这边比方格子这边那个比重更大，
然后就对 Web3 的尝试而言 ，Matters 这边又更大胆激进一些，我的看法，谢谢。对，谢谢比根。然后对我们自己，其实就是反正对我来说，就我也是在 Matters 一直在做运营，我觉得我们最骄傲的地方也是在于，就是我们的确有一个非常愿意跟我们共创的社群了。然后就是我们对自己定位一直都是就是为大家提供协助和资源这样。所以那刚好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对，那 Matters 最近也开启了一个新的一个做法，就是也是跟刚刚比根说的是比较像的，就是说我们还是希望去帮助大家一起去共创，然后共学。那只要大家有任何类似的计划的话，都欢迎来就是提出你的计划，然后我们会根据你的预算以及你支持人数有没有超过15人，然后我官方的一些讨论主要是在于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一些漏洞，对，会出现一些方案上有漏洞的地方。那基本上只要就是没有漏洞，然后支持人数超过15人的话，我们都会帮助大家把这个计划启动。对，因为其实我们已经看到 Meta 上面有非常多的这种共学共创的案例了，就像什么新性感杂志啊，然后后缀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用户自己做的，我们马特市民自己做的这种共学共创的尝试，我们都觉得非常非常棒。所以就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为大家提供协助和资源。对，都会应该是我们会拿出大概100万的 Litecoin 来资助大家一起去做这件事情吧，就等到钱派完我们再看看怎么办。对，那对，然后我看看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啊。还有一个问题是 YK 问的，他想问三位，就是在新闻和言论自由受限制的地方 Web3 有带来哪些启发。对，因为对，我想要不先听听看 Duncan 在这个方面有没有什么想法，就是关于就是特别是言论自由受限制的地方，你觉得 Web3 的这些产品有可能带来什么的帮助吗？我自己算是运气蛮好，在台湾不太有这种内容审查的问题，相对没有。那我觉得 Web2 一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这些大平台几乎是垄断寡占之后，它背后的审查都是不公开的。包含 Facebook， 他们虽然近几年有成立了一些类似最高法院那种裁决机制，会邀请外部的大学教授等等来做一些内容裁决，但这些东西大部分是不公开的。那 App Store 的App 审查也是不公开的，这点我想香港人应该也很有感觉这样。所以我觉得在 Web3 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基本上现在是没有什么审查。那当然它问题就是没有审查过的内容也可能被放在链上，这的确是有可能是个问题，但是这是重启一个新的世界跟新的力量，去重新思考说我们要怎么从草根的庶民力量去重新定义出我们想看的内容跟好的内容是什么，哪些是真的需要被审查的，而不是在背后由这些大集团们偷偷操刀去决定哪些内容要被审查。那我觉得这是在 Web3 里面一个非常崭新的开始。对，这个部分米高有想要分享的吗？是只有我听不到声音吗？也是，不好意思，我没开麦。可以了。我看了，我刚刚在预算是回应 Daisy 在讨论区里面的分享的内容，因为 Daisy 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现在主要是待在 Steam 跟 Matters 嘛，他想了解两边的比较。我刚刚在玉璧那边的内容，我先回复他们两个。OK， 那你要先回复 Daisy 的这个问题。我刚刚在玉璧那个。其实 Daisy 的问题就是在 Steam 跟其他平台，赚 token 的一些经验的情况，还有就是关于Potato 那边的一些问题。
为什么会离开这样的做法。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因为可能有些用户也有用过 Steam，但是对他们里面的理解不是很深，以为 Steam 跟 Metis 一样，是写文章有收入。其实对我来讲，Steam 已经不是写文章有收入了。Steam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理财产品啊。这样说的是，Steam 上面有一种，就是每一个你要有收入，就要将你的 Steam 锁仓放在统称叫 Steam Power 啊，还有将这些 Steam Power 参与不同的代理 project，就会有每一天就是有一些自动点赞，你发文章就有自动点赞的收入。我之前写了一篇文章去分享里面的比较，因为这个部分可能比较难理解，但是我可以简单说一说，就是你手上有多少 Steam，比如说我有1万个，你哪一天发了文章之后，你就有1/1000的收入。比如说我今天有我手上有1万个 Steam，我发文章之后，我自动发文章之后15分钟，我就会收到文章里面的点赞收入，大概是等于10个 Steam 左右啊，1/1000。可能有人会喜欢这样的做法，好像一个 UBI 保底那个收入，可以给一些人去自由创作，因为他每一天他知道有收入之后，因为不是每一个创作人好像都是艺人公司嘛，不是每一个创作人都懂得怎么去行销。但是只要有一个 UBI 的话，他就可以专注去做创作。但是其实有保底的收入之后，其实人会越来越懒惰了。你看现在美国的一个疫情下面就是这样。但是我也有去开始 potato 其实我也是比较早期 potato 的对。我觉得 UI UX 真的很差，差得很不舒服。但是因为有钱收，所以大家都 compensation 了，都已经没所谓了但是我觉得 Potato 很特别的，它是所有内容平台先说 Potato 不一定是 Web 3，它只是 Web 2的一个擦边球Web 2而已。但是它对其他内容平台有一点很不同的，其他内容平台主要的想法是怎么去支持哪一个创作者，但是Potato 不同，它 Potato 里面它会想很多做法去奖励哪一个读者，这个是跟其他内容平台最不同的一个地方。但是这样的做法就会让到。好像一些代 V 出来了，但是里面就会你会慢慢觉得，会我你会经常怀疑，其实他们跟你在留下在你文章下面留言，是跟你真心留言还是不是其实90%都是不是的。所以我在几个平台里面，我最大的感受是你手上有要，你这个要在这个平台里面做得好，或者是，你也想，这个平台里面一直发展起来，你不单单要，你自己好像一个传教士，好像一个牧师一样，传道人一样，就是你不是单单自己有手上，希望拥有，这些币，比如说用 Metis 是 Litecoin，你也有跟其他身边的朋友说，你也有手上拿住 Litecoin，你要加入大小公民，我们一起去建立这个平台。你其实我整个感觉我好像一个传教士多于一个创作者，你要跟身边的人，我们一起要相信这样的做法，才会一起慢慢去建好。因为为什么要这样来想法呢？因为Y2N 的这个想法，其实大部分都是提现金走人的。这都是好像国内那边大陆那边用一个就挖提卡挖提号的做法，我拿到钱我就跑，我拿到钱就跑，这样
的话，不单单自制的账户不能营运，就是平台也会死掉的。所以我觉得要做在 Web3 里面做好，真的要跟上面的人一起去建立起来。要相信这个 Coinstein 未来有用。我觉得我记得刚刚我进来第一年的时候，在平台上所有人都不断说你要拿住 Litecoin， 拿住 Litecoin。到 Litecoin 进去 Osmosis 的时候是向心的20倍啊，要是真的有拿住的话，它是很蛮大的钱在里面。所以我现在我自己的账户我也是我又没有卖，我手上拿到的 Litecoin 也没有卖，我都是放在战神公民的账户里面。对，我觉得米高可能分享了一种就是可能跟我们在譬如说作为脸书的用户蛮不一样的心态，就是在 Web3 里面你作为一个 Web3 的用户，你可能是要有一个想法，就是你要去推动这个生态的成长，这样的话其实你的利益也能跟着有所上涨，对吧？这个是应该是跟我们在 Web2 里面蛮不一样的一种用户的心态。是啊，因为 Web2 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平台可能会关掉，或者是可能慢慢越走越差。但是 Web3 不同，感觉到，有一段很长的路可以走。是的，好，那我们继续看一下大家的提问。就是 Chill 有一个提问，就是说想请问在 Web3 世界有没有想象过跟 Web2 相比作者跟读者之间的关系会有怎样具体的改变。对，我想去问的应该就是说在 Web3 里面作者跟读者的关系对你们来说跟之前在 Web3 有什么不一样吗？对，想听听看比大关于这个有什么想法吗？Hello， 去问的，我记得他有下一个关键字叫做 curate 这个字嘛，那 curate 翻译中文是策展，对。那在 Web2 时代，大家也很熟悉的，就我刚刚之前有提到，就是作者跟读者方面好像是一个单向的一个投射，哦，就订阅制，作者把一些文章锁住，那读者要读的话，就把锁给打开。然后好像听一个人传道吧，对。那 Web3 呢，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在社群里面控学或一起参加 ANA， 对。那你读者有什么想法？麦克风直接打开来，直接来交流，它一个循环是双向的，对。那创作者本身，用户本身也可以做一些。他可以办活动啊，像刚刚我提到的社群活动，他可以策展，他可以去发想一个活动，像最近的 logbook 的活动，你只要手上有一本 logbook， 愿意拿出来起个头，你都可以去发想一个，你可以尽情去挥洒你的创意，在 Web3 的领域里面尽情的遨游。对，像我而言，我的一本 logbook 已经丢出去了嘛，题目是你最想对加密货币问的问题是什么？对，我还有两本 notebook， 我就在想说，之前在比较 Web2 的那个版本，我之前办过有一个社区制度提案，叫做漂流书啦。但那漂流书是大家线下办线下的方式，把自己读过一本书，传给下一棒，好像一个大风吹一样，每个人都收到一本书嘛。那这东西假如升华成 Web3 的版本，我手上就有一本 logbook， 它就是漂流书啊的概念。那我还在发想这东西要去怎么应用，所以回归去的问题，我觉得就是策展这个东西，由市民本身，由用户本身就可以发起一个活动，对它作者跟读者的关系不是单向的，它是一个双向的循环。对，简答，谢谢。
对，我觉得这种读者跟作者之间双向的关系，应该对蛮多 NFT 的 holder 来说，应该是一个蛮明显的感触。我就记得那天 Dobby 做分享的时候也有提到，就是你作为就是你 hold 了一个艺术家的一个 NFT 的话，其实你也可以参与到这个艺术家的社区里面去帮助他这个项目变得更好，然后同时其实也可能会有助于你手上的这个 NFT 的价值上涨。就是这种关系，我觉得在 Web2 是很难想象的。对，对，那还有一个也是想追问比根的问题，他说，你觉得成为一个 Web3 持续的创作者会经历几个阶段？为什么 Token 对于创作者很有激励的作用？你现在在什么阶段？对未来自己的创作有什么展望？感觉是一个面试。就面试会问的一个问题，比克，你要 OK，回答一下吗？感谢那主考官，我试着回答一下哈。第一个问题就是，创作者在 Web3 会经历几个阶段？我自己归纳为，以我自己写作的情况，我归纳为三个阶段吧。第一个阶段就是想写就写，随心所欲，有一搭没一搭的写，就是用比较精准的说法，就是你的更新的频率不是很稳定，这是第一个阶段，随心所欲。那第二个阶段，你可能更新的频率都定下来了，比如说我一个礼拜2篇文章的更新，对，第二阶段。可是这时候你的主题是发散的，你没有一个很集中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的一个主题，这时候还没有。对，那第三个阶段就是你在稳定更新的基础上，你还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像是一个企划感的感觉。比如说，我策展一个专题，这个专题比如说每个礼拜介绍一本书，或者是每个礼拜介绍一个加密货币方面的知识，而且体现这个企划感这件事，就是说它的整个。那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一些书，它每一章每一节的规格都长得很像，对，甚至你在更新的时候，可能你就有一个口号，比如说我星期一的12点定期上一支片，对，它这就有一个企划感的感觉。所以这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想写就写，然后第二个稳定更新，它第三个就稳定更新以外，还找到一个一系列有很相像的一个规格的一个企划。这是我总结下来的，然后他提到说，为什么 token 对于创作者很激励嘛？还有我自己在什么阶段？我自己大概是落在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之间。对，因为我做一些企划，像我的围炉有一个写作的反思计划，我的 slogan 是每周一中午12点，哎，中一点，星期一一点，然后一个观点，一个应用吧，可是有点。没有准时上片的这样感觉，对。然后为什么 token 的创作者的激励？我觉得那个 token 像 Litecoin，我举一个比喻，就是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集邮。对，我觉得收集 Litecoin 或收集其他 token 对我而言就是集邮的这样的感觉。对，当然它有它背后那个经济的意义，这东西大家都应该没有异议，就是谁不喜欢钱呢？对，可是我在集邮这件事情，它不只是那个邮票的价值，或者说那个邮票价值也没多少钱，3块、4块、5块这样。它更重要，我觉得更重要是找到那个你在集点数后面那样子背后的意义，它是相对于经济层面，它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像我很喜欢记录我在社群上做过的一些事，我称之为里程碑或成就感吧，我会把它写下来。比如说，像今天第一次在 Discord 群开麦，跟大家聊聊天、讲讲话，我就会把它写下来。在4月7号这天，我在社群达成了一个成就，写下来。对，这个东西是超乎于 token 以外的。对，所以我两条线都并进，就是经济上面的东西我很喜欢，然后精神层次的东西，那个成就感我也把它记录下来。那长久而言，就会对我成为一个激励支撑的力量。对，那我再把这个东西的文字再贴上来，回给发问的听众，谢谢。
好，谢谢 Begin。对，我觉得可能蛮多写作者都会遇到，就是写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是找不到选题的问题吧。就我自己这个体会也是蛮深的。对，可能就是多多参与，包括跟世界的互动，不管是怎样的互动，就是刚刚 Begin 提到的，可能是比如说他来参加一次 Discord 的这个聊天，那他又会有很多后续他想谈的事情。对，那相信对于创作者来说，跟世界的互动应该是一个蛮好的激励你不断往下写的方式。还有一个问题是，想请问 Duncan 和米高，在 Web 3看来已经是世界的趋势，请问两位对这个趋势上，作为一个跟软体开发相关的人员上来说，你们有什么建议吗？这个问题可以请 Duncan 先回答吗？好，我觉得软体开发这个产业它有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我们常常需要学新东西，它是真的是一个终身学习的产业，工程师需要一直学新东西。那当然并不是说你需要一直更新，但你确实需要知道现在世界的趋势是什么，然后去了解，甚至于有可能会需要转换你的技术这样。那我自己可以提出我自己的经验哈，其实，在2017年上下，那个时候，资讯圈最火红的大概就是人工智慧跟区块链。那个时候，区块链已经刚开始崭露头角了。我自己在当时，虽然我们整个 Discord 里面可能比较对于 Web 3啊区块链是偏正向看法，但我自己，如果你看了我的围炉，或是我过去的各种评论。其实我早年，包含现在，对于这些应用有很多观点都还是比较悲观的。我当时2017年也是这么看待。我那时候觉得区块链其实有很多技术上非常不成熟的地方，它很有可能会重蹈以前很多覆辙，包含传统金融覆辙等等。所以我当时并没有那么看好区块链这个技术，而选择投身的人工智慧相关的专案，这样。过了这几年下来之后，我就有一个很大的感触是，到了今年应该就很明显了，大家谈的都是区块链、crypto 跟 Web 3的东西，发现很少人在提到人工智慧，它已经变成像是一个被内化的技术。那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在硅谷有一个知名的创投 Peter Thiel，他讲过一个分析，他觉得 AI 是带来集权，而区块链带来的是民主。我觉得这个讲法非常有意思，而也的确很体现我过去的经验。人工智慧的崛起其实非常奠基于大资料，也就是你要有非常多的资料标定才有办法用这些技术把它变成一个很神奇的人工智慧。但是大概这些资料都只能在一些大企业，甚至于是在集权政府才比较容易拿到的。所以人工智慧很容易会走向集权，那这并不是说我们区块链就不会走向集权，不会走向大资本，但是它是相对比较容易达成区域性的，或甚至于更大的民主的。这也是为什么到了现在，我回来看这些区块链技术的东西，会发现说，哦，当年我会觉得很好笑的啊，区块链的交易速度非常慢啊，那时候我们的信用卡 Visa 可以处理速度非常快，而区块链可能1秒才几个交易而已。那这种处理速度问题，这几年也慢慢的改进，慢慢的演化、增进的。那这些就是整个大时代在走的时候，我们工程师会蛮需要去了解时代正在演化的方向是什么。那作为软体开发的技术来说，就会需要去了解现况是什么。这也是我回来看 Web 3的东西的原因，然后用来决定你未来的职涯的技术发展，你想学习的东西根源是什么。那这个东西对工程师之所以重要，其实是因为，就算像我没有资工的底子，但是你只要有基础的一些数学跟资讯科学的概念，你会发现都是那些东西。比方说，区块链背后有很多东西，就是公司要加密的东西。那这些都是很基础的。你不管时代潮流怎么变，你可能会需要多学一些规格的东西，但基础的知识几乎都没有什么变化，这样。那我觉得，对于软体开发人员来说，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就是你需的确需要一直看潮流，去选择你有兴趣的发展自己的职业，这样。
谢谢 Duncan。那看看比高，哦 ，sorry， 比高对于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可以啊，可以。我不是做软体开发，但是我是做营运产品，因为我在公司里面因为我有几个不同的 partner， 但是我的岗位我主要是做产品的未来的发展，因为我做游戏开发嘛，做游戏开发每一个游戏大概要开发的时间是半年到两年时间，所以我要走这条路的时候，我已经走了20年，我没办法之下，我要预估未来两年到三年之后的发展，因为两年到三年之后发展的情况，刚刚来过时间，就是我现在出产，现在我要设计产品的时间了，我觉得未来来发展的话，可能有些人会想法是创新，但是创新是需要比较老练的一些经验才能够建立起创新出来，因为你可以遇过很多不同的失败的例子或者是成功的例子，我创新以外，我会用另外一个方法去看怎么去发展这个未来，因为刚才来一个朋友问到是软体开发应该怎么去走，这个是未来一段比较好，我觉得是很长远，可能是10年到20年的一个方向，但是我们要知道我是这样去类比，我经常用一个方法是现在的网络是以前的什么时代，以前是怎么走，现在我们可能怎么去走出去，我举一个例子可能比较难明白，好像现在的 Web3 的时间我们觉得刚刚开始容易使用啊，比如说刚刚有 Nikon 的 Leica 的Metas 那边的可以一个不知道怎么去运用钱包也可以写文章，现在的情况好像是1994年刚刚从 DOS 里面走去 Windows 95的年代的时间一样啊，现在是这个情况，还没到2000年 Dotcom 的年代，我觉得现在是刚刚是从一些比较底层开发走出去，开始有其他人慢慢进来，很容易去使用的 Windows 95的年代，我们可以这样去类别的话，就是也可以我们就想想在 Web 1.0 跟 2.0 的时间，其实 Web 2.0 的时候，比如说 YouTube 跟 Facebook 刚刚开始，或者是Line 刚刚开始的时间，他们只是刚刚出来的时候，只是从 1.0 的 Blogger 的年代或是 BBS 的年代加一点一点东西进去，比如说我做游戏我是从单机游戏慢慢去加一些网游online game， 慢慢在 online game 里面加一些互动在互动里面再加一些 AI 进去，慢慢这个是慢慢是从之前的经验去建立起来，我觉得现在 Web3 也是这样的，是从 Web 2.0 那边慢慢建立起来，但是 Web3 跟 Web 1.0 跟 2.0 有一个主题不同，这是拥有我们可以想一想，就是要是真的要走这一条路的话，我们你可以想一想 Web 2.0 有什么东西是 Web 3.0 需要拥有的是 own 的，可能是版权，刚刚 Duncan 说可能是有些是版权，可能是有些内容你去发布出来你要定价举个例子，就是我在运作 Web 2.0 Facebook 的时候经常会遇到，就是你这些图片从哪里偷来，那些影片就从哪里剪接起来我觉得这一条路因为我不是做软体开发，我是做产品研发，产品的运营的部分，所以我从产品里面去找方向，找 Web 3的方向我觉得游戏对我来讲，区块链游戏对我来讲是有失望的，但是在区块链游戏以外有什么能够做呢，我也在想，因为我跟老太太除了游戏公司以外，我们也有一家协会企业在帮助一些自闭症的儿童去学习 IT， 我也经常在想怎么去在里面用一些运用
Web 3.0 的方法去做一些攻击一些 NPO 的做法，这个是我不断在想，但是我慢慢在想的时候，我发觉有一个点很特别，就是Learn to Earn 哈，将 Web 3.0 放在教育领域里面啊，其实我很期待 Web 3.0 在教育里面的发展。我觉得这一个板块很有趣啊，还有就是在这个板块，我们不单单是赚 token， 是在培育下一代啊。我最近听到一个名称叫 Meta Kids 啊，像在元宇宙里面的小孩子 Meta Kids， 我觉得我们的下一代啊，比如说我没有孩子，我弟弟的孩子，他们只是五六岁，他们已经开始用 sandbox 了。我觉得他们未来是在 Web 3.0 里面出来的，慢慢在里面去建立起来，不是赚 token， 不像我们是想来赚 token， 他们不是想来赚 token， 他们不是来赚 token， 他们是在 Web 3.0 做什么的，这个是我很想去研究的啊，所以我觉得一定是想在教育里面去想多一点东西，这个是我一点的回应了。谢谢米高，对，我也一直有关注，就是米高做的那个，跟他太太一起做的，就是为自闭症孩子提供一些 IT 教育的这个项目。其实我自己视野之内，我是没有看到，就是你刚刚说的，就是用 Web3 的技术去做教育相关的这种尝试，我自己是没有看到。如果大家有看到这种类型的项目，也很欢迎分享到文字频道里面去。对，那有一个问题，应该是刚刚跟着就是Duncan 的回答追问的，就是关于，因为刚刚跟Duncan有说到，就是 AI 这个技术是前几年也是特别受关注的一个技术嘛。那刚刚Duncan有说到，就是它这个建立在集权的方式下去收集了很多大数据，那它可以比较好的，或者说，可能不是比较好吧，可能是比较有效率的解决一些内容分配的问题。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就是说，那去中心化的产品会是更好的，或者说更快捷方便找到内容的工具吗？对，然后有一个延伸的问题就是说Web3 能不能解决资讯同温层的问题。对，那我有看到 Duncan 已经有一些回复，或者可以请你直接在语音上跟大家说说你的想法。好的。同温层这个想法其实就是来自于社群媒体，它让每个人推送不同的内容，不同有兴趣的东西嘛，所以才会让你只看到你自己一层一层个小泡泡里面的内容。那它让人难以抗拒的就是，一它免费，二它都是你有兴趣会舒服的东西。那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就当你开始意识到你有在这样的同温层里，你愿意走出来，其实甚至不用 Web3， 你只要愿意去看跟你不同看法不同想法阵营的人的想法，你愿意走出去看，愿意主动去看，这就已经走出同温层了。那这当然不会是所谓的别的工具媒体或 Web3 需要来解决的，你一个人自己一定可以解决，自己一定可以走出来。那我们要讲的问题比较像是一个大时代下这个问题，社群泡泡同温层问题已经真正的影响到我们的国家政治，甚至于国家安全，那我们怎么面对，这才是整个大时代需要去解决问题，那已经不是个人层面了。所以我觉得 Web3 一个有趣的点是，它重新让一些新的内容平台有机会再次的尝试我们过去曾经做过的事情。怎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像我刚才提到 PTT、 BBS 这种东西嘛， BBS 这种论坛型互动性很高的东西早在1990年代就有了，根本早在 Web 红起来之前就已经很热门了，但它并没有成为世界上的主流尽管 PTT 还活到现在这样。那我想说的是，即使我们要怎么重新的去走出自己的泡泡，是一定可以用新的时代力量去找出新的内容的策展平台，
所以 Matters 像这样子的论坛可以再出来，都是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去挑战我们既有的习惯。因为有新的内容平台出来，你也许有兴趣，然后也许会有新的有价值内容出来，我们可以重新去冲撞原本大家都已经很习惯的 Facebook、Instagram 这些东西，那我们才能在这些新的平台上去重新思考产品应该怎么走。我们不要再去重蹈过去这些大公司的覆辙，包含他们可能用的免费制，可能用的广告追踪的方式，可能出卖了你的隐私的方式来营运一个商业。我们不要再重蹈这些覆辙，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机会去重建一个内容平台，它可以让过往那些问题不会那么严重。因为说实在的，从我的角度来看Facebook 的确具有非常大的责任对于这个同温层泡泡的问题，因为他们的确在非常多关键决策做得非常不好，才导致了今天这个世界的问题。所以这是我会想说，从个体来说，你愿意走出来去接触你不熟悉的东西就已经是很好的开始。那从大时代来说，我们当然会希望透过 Web3 现在开始往上发展的期间，去重新打造一个我们真的新时代需要的内容平台，而减少过去已经发生过的问题。谢谢 Duncan， 但我觉得对这个问题在文字频道上还是有蛮多的讨论的。然后这位朋友应该有一个追问的想法，就是像刚刚你提到的，像 Facebook 啊或者是 YouTube 这些，就是它都是基于一个它自己收集起来的很多的数据进行机器的学习，然后能够向你推送，就是根据你之前的 behavior， 它给你推送它认为你会喜欢的内容。就这种推送的话，至少在现在来看还是很有效的。就是我知道，就譬如说中国大陆的抖音啊等等，都还是非常非常依赖这样的一种机器学习的推送的方式。反正我觉得在市场看来，这样的方式能够大大的提高用户的粘性嘛。然后像这位朋友的说，他也能够似乎能够更好的帮我们找到我们想要看的内容。就是对于这一点，我不知道 Duncan 的看法是什么。就是因为的确就是像 Mirror 一样，它是没有任何内容发现的机制的，它就是一个工具。那 Matters.news 其实它的内容发现机制也是一直被蛮多用户所诟病的。所以在你刚刚说的，就是我们需要跳出原来的 Web2 的做法，去寻求一种突破同温层的方式之外，但是我们又面临着，是不是又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内容发现会就是效率下降，就是你怎么看待就是这个矛盾？其实我们知道演算法或是社群 network 这种让你来发现自己有兴趣的内容，这是过去已经证实有效的机制。那就讲最简单，这种人工智慧去帮你找出你有兴趣的内容这个技术，它其实还没有很有效的引进这个 Web3 的世界里。它当然可以用进来啊，就是人工智慧跟区块链并不是互相抵触的技术，但是目前并没有太多人工智慧技术用进内容 curation 的 Web3 的世界里来。我相信未来很快就会出现的。那所以这两个并不互斥，所以未来迟早会出现。那我们真的要想的问题仍然是，到底什么是好内容，什么是如何推送你有兴趣而且是好的内容。那我觉得这是 Matters 一直以来都在探索问题，包含也可能是很多人都会讨论甚至于诟病的地方。就比方说 Matters 是有首页，但同时也有编辑精选的区块，那两边的世界好像不太一样这样。Mirror 是一个蛮有趣的平台，我也还在探索，就是他们完全不做 curation 嘛，他 curation 完全是创作者自己要去推播，有点像以前 Web2 的方式，你需要有自己的社群去推播这样。他们蛮专注在 Web3 自己的创作者工具上，所以他跟 Matters 真的是非常非常不一样。那我的看法其实是这个真的都还在，大家都还在探索阶段，因为重要还是如何建立起一个可延续性的商业模式。我特别想分享一个想法是，Web3 有一个特别现象，就是DAO嘛，它有一点点像群众募资，有一点点像把早期股权给社会大众们，大家可以提早来参与这样。那它的好处是，大家可以很早就进来参与，给予意见。那它的坏处是，
传统新创其实就是有一些创投，他们会投资，然后可能给你两三年或五年的时间，然后最终甚至可能是催促你上市，然后他们这些创投就可以出场，贩卖股票出场，这样赚一笔这样。那 Web3 到了这种模式呢，假如用更多的人进来，很早就做这些群众募资的行为的话，它有可能会使这个周期变得更短，也就是说大家可能不见得会有耐心，有可能会短视近利的希望很快就可以套利，不会给你这间到公司啊什么一年三年的时间。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会有的风险，这是我觉得在 Web3 的营运上探索需要小心的部分。那我自己的期许是我们知道 Matters 现在创立已经到了第五个年头嘛，最近开始办活动。那我会觉得这样 Web3 的现在还在很发展前期的浪头上， Matters 目标应该要成为一个十年甚至于是百年的企业。这个说起来虽然好像讲得太远了，因为资讯业其实很少有公司可以待得很久嘛。那你看资讯业很早就贡献出重要贡献的微软乃至后来的苹果，你完全不会怀疑他们还会再活十几年二十年，因为他们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在那个年代。或譬如说游戏界有任天堂，他们很早的时候其实也只是做卡牌，他们就是想做游戏，到后来转型成电玩游戏所以可以一直发展到现在。那我相信 Matters 也应该要以类似的榜样，就是我们去找出我们的核心价值是什么，然后在 Web3 的发展中去找出我们的商业模式，更长远的发展下去。那我相信所谓的内容有价到内容策展的这些议题会慢慢被探索出一个新时代的方向的。谢谢丹肯。感觉 Matters 突然感觉压力很大，百年老号。对，我们是的确是想做一个就是能够永续下去的一个平台也好，对，百年老店，你说平台也好，然后项目也好，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在做的 Space 的项目也，我们也是在想怎么让它可以永续下去，就是之后肯定是希望它能够脱离说一个中心的站方或者是一个运营方，然后自己就可以可持续的，就是自己的活下去这样子。整一个经济体系要怎么设计，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现在蛮 puzzle 的问题。对，然后问题好多，我再看看哈。对，然后阿里问了一个问题，还蛮多人有 emoji 的反应的，就是说他想问三位讲者怎么跟父母解释区块链跟 Web3。然后我有看到米高说你想回答是吗？那你先来聊聊看。因为我觉得我的孩子，要是我有孩子的话，应该是跟大概差不多年纪。其实我叫了蛮多人进来 Matters 的。其实我最近加了一批是年纪比较大的，五六十，差不多六十多四十岁的他们开始在写，但是你们不知道记录他是一个老玩家。对，我想分享关于一些我怎么看区块链跟 AI 哈。我有一个大前提，就是因为我太太是老中风，她现在好像在差不多有机会是第二次老中风啊，所以我现在是怎样处理区块链利用平台的想法的。因为我太太身体不好嘛，所以我看区块链跟区块链利用平台，我现在开始，我差不多是这一年开始，我不是从 token 里面去想的，我是从永久记录哪边去想的。我跟我太太现在的沟通，其实我全部都是有录音的。我想用区块链的方法，将他的声音啊，他的文字啊，他的影像啊，全部都是用区块链记录下来。这个是我现在的想法。还有就是我跟我身边年纪比较大的朋友也是这样想的。我是相信一样东西的，我是相信未来的 AI 它可以用我现在在区块链记录的一些永不能被改变的一些内容
去在未来可能重新可以塑造一个我或是我太太，可能我有未来有一天他可以用我现在记录下来的一些文字声音跟影像，我们有机会可以重遇的。这个是我现在在区块链里面用在 Web3 跟未来AI 的一些期盼。所以我现在我跟我身边的朋友他们年纪比我更大他们的想法不是赚钱赚钱的情况很小，他们觉得Web3 很特别，区块链很特别，他们的想法是可以将一些想法永久记录。我有一个小群，我上个礼拜在小群里面分享，就是你现在用 IPFS 的话大概可以保存150年，你用 RWAVE 有些平台用 RWAVE 计算下来大概可以保存250年。为什么会250年这样的想法？他们觉得很特别，原来有他们的内容可以保存这么久。还有这个就是因为要是现在保存的内容可以给未来的 AI， 未来 AI 的我可以重新拿来塑造出来一些可以跟我交流，重新交流或是什么都好，他可以用我现在的内容，现在的内容是不能改变的，从现在的资料出，好像我玩游戏的时候 reset， 或者我拿个 AI 死掉，我也可以拿现在的内容来重新再 train 它一次。这个是我现在看 Web3 跟区块链跟内容平台，我现在想记录下来的想法，跟赚 token 是两回事。对，就是永志不忘这件事情，感觉是蛮多人能够比较先理解区块链特性的一个方式吧。对，然后再次欢迎大家去写 Lobo， 因为这个 Lobo 的内容，对，我看到米高也开始写了，就是反正就是放在区块链上面的，所以它也是一个对一个一直保存的方式。对，关于这个问题想问看比根跟丹肯有想分享的吗？就是你们怎么去跟长辈去解释你们认知的这个区块链或者是 Web3。 喂，那我先讲了。好，可以听到。我想引用那个以太奇袭这本书的序，可能像 Daisy 啊、鸡蛋糕、马农都读过。对，他的序是许明恩姐写的，许明恩也是 Matters 上的作者。对，他用一个比喻这边就用一个对话的情境。嘿，妈妈你知道那个区块链是什么吗？他一定回答不知道嘛，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我可能会跟他做一个比喻，就是说妈妈，你以前假如要打一通越洋电话打到国外去，那你就打电话可能还有什么接线生还什么之类的，然后电话费很贵嘛。对，可是现在呢不用，我们就直接用 LINE 去打，那就很便宜，就不用收钱，是免费的当然你要付网路费啊，就很便宜。对，那就是透过网络这个东西让你打电话变得好便宜甚至是免费的。那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网络释放你这个讲电话传一些文字照片的一个释放这个资讯流。对，那区块链这东西假如用刚刚打电话这个例子去做类比的话，你有没有想过妈，你以前转账，比如说你要转账给美国的亲戚，那个手续费两边的银行都要抽，贵到爆。对，那假如有一个东西让你可以直接直送到对方的钱包里面，中间都不用抽什么很昂贵的手续费，那这个东西就是区块链想要做的事情。我可能会用那个最原始中本聪白皮书里面写的那个东西去跟人家讲区块链想要干嘛吧，就是金流的解放。还给每个用户手中，然后不需要那些中心化的金融机构去给你抽一手，然后旷日费时，然后成本又高，这是我想类比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方便的钱包。对，然后对这个问题，丹肯想要分享的吗？我的可
看法可能会比较不一样，我可能根本就不会去解释。哎，怎么说呢？因为，在座的各位，其实，在整个产品的发展过程中，我们都是 early adopter，我们都是很早期就进来看的人，所以你要跟通常父母辈都会是比较晚的 lagger，他们可能比较晚才会接收到这些产品，你要跟他去解释本来就蛮困难的。那基本上你只要让他们知道你所做的事情是可以让他们安心的就好了。比方说，我可能就会跟我爸妈说，哎，我在数位时代投稿，哎，稿费真的有进来，哎，这样就 OK 了。大家可能可以说，哎，我在 Matters 这个平台上面写文章，然后会得到一些 Litecoin，它可以换成法币等等，那这样其实就 OK 了。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就是在这个，再举一些例子好了，比方说，我们以前刚开始周杰伦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爸妈都听不懂，说，哎，这个人唱歌怎么都念的，那这真的还是音乐吗？还是流行音乐吗？对，那你要怎么跟他解释周杰伦是音乐呢？那10年后他们就知道了嘛。或者是当我们刚开始在玩 Facebook 小游戏的时候，在用 smartphone 的时候。那爸妈也看不懂你在做什么啊，那你也很难跟他解释嘛。其实也没过几年，那爸妈滑 Facebook 滑得比你还凶，对不对？所以其实只是接受一个产品的时间的时序不太一样，所以我不太会想说去花太多时间去跟他们解释，因为等到时候到了，真的轮到他们来当用户的时候，他们身边的那些朋友社群自然就会让他学会了。不需要，不见得需要花那么多时间去解释，只要让他们安心，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可以信赖、可以放心的就好了。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三位讲者都分享了蛮不一样的，就是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米高是一个比较，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跟爱情相关的吧，就是他希望把自己跟重要的人的记忆储存下来。然后比达呢是提到就是钱包的这个比较简单的功用，然后Duncan 就是直接。说到现在，就是只要有 Qlook 的一个 App 出来吧，可能父母就能也能很快的、很直接的理解这个 Web 3到底是什么。就我觉得大家的分享的角度都不太一样，还蛮有意思。对，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是 Sweetcow 给的，就是他想问三位怎么去看 Matters 目前的商业模式，就是平台方跟作者方的部分。我在想这个问题可能放到一个更明确的语境下会更好理解，就是比如说，对于脸书或 YouTube 来说，就是平台方跟作者方的关系，就是平台能够给作者带来流量，对吧？因为他们是一个垄断的大平台，然后作者方就免费的为平台贡献内容，然后那作者的一些收益，平台一般都是要抽成的。对，那在这个语境下，就是你们怎么看 Matters 在这个方向上，平台跟作者之间的关系呢？这个要不请比大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喂，哦，糟糕，我有点 get 不到这个问题的点嘞。对对对，对，有 get 到的吗？就是米对，哦，对，高或者是你说因为我看这个问题，感觉好像是，应该请 Matters 官方来讲说一下他们那个金流这部分，它到底是怎么样去实现的？因为目前 Matters 这边，就我观察到的，它能够从作者那边就是得到的分润，就是围炉收益的20% 嘛，因为围炉要提现的是20%，那它也没有向用户收钱啊。对，你知道写在链上那个文章保存是要有费用的，对。那我有上 Matters 的官网啊，我是有看到有一些交代，就是说好像在国外那边拿到一些什么 A 轮、B 轮、C 轮的那些融资嘛，对啊，所以我自己也会倾向于我是一个有提问、有问号的一个听众，就是会好奇说，哎，Matters 那边到底是读者跟项目方就是 Matters 这边，他那边要怎么样形成一个商业合作的模式啊？目前只看到围炉，对，那这边我也想问问看，有别的运营方式吗？就是 Matters 这边也可以
从作者这边有他们之间的利润可以拆分的一个商业模式。好，对，那我来回答一下吧。就是目前的话，的确就是跟比根说的是一样的，就是目前Medicine 上面能够就是作为平台能够从作者上面分润的，其实就是围炉，就是我们会从围炉的一部分收入，就是20%，我们会跟作者进行这样的一个分成，那其他都是没有的。所以那当然这个就会有下一个问题，就是比根说的，那就是 Matters 的金流从哪里来，就是收入从哪里来的问题，可能也是 SweetCow 想问的，就是 Matters 会不会撑不下去没有钱的问题。那这个的确是有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是基本上就是靠融资去支撑公司的运作。那就是投资方会看到 Matters 的前景的话，会给我们投入，然后支撑我们继续运作下去。所以就是对于我们来说，从作者身上挣钱肯定不是 Matters 的一个重心吧，也不是我们特别想走的方向。就是我们还是想跟作者一起去探讨，就是一起挣钱的方向。就是譬如说我们这次发行的 NFT 就是 Travelogger 这个项目，其实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尝试，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就是 holder 们就是能够去买入，通过买入 NFT 的方式成为我们的 holder， 然后去共享未来就是 Matters 的成长的收益。对，这是其实 NFT 带来的收益对我们来说也不算多，但是对 Matters 团队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激励，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方向似乎是可以走的。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项目的成就是也不能，它现在也不能算完全成功了，但是这个项目的开启也是给一些投资人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就是投资人会对我们更有信心吧。所以就是对 Matters 来说，现在我们的确跟作者这边的收益没有像 YouTube 啊这种这么明显的抽成。未来来看，我们也不会在这个方向上去多做更多的尝试了，就是我们还是想一起去看看，就是能不能做出更多的 Web3 的尝试，然后目前的话主要是依靠投资人的注资这样子。对，那对 SweetCow 有解释一下，就是说就是三位觉得在 Mad 上面当作者有没有未来，对，怕不怕 Matters 撑不下去。我觉得三位愿意来今天晚上的 Discord 应该就是觉得蛮有未来，才会跟我们一起去探索，就是接下来还能一起做什么吧。这个三位有想要分享的吗？就是对 Matters 未来的担忧。我想一想怎么去分享，因为我觉得 Web3 的营运跟 Web2 跟 Web1.0 的营运是有不同的。1.0 跟 Web2.0 的收入好像现在 NFT 的情况是一个买卖的关系来的，但是买卖的关系是一个偶发生的非常短期的一个收入来源。但是 Web3 不是这样的， Web3 的营运收入是细水长流的，是从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营运方法里面慢慢 你看现在 ETH 的做法是它的矿工是用 gas fee 来支撑自己的收入。Web3.0 的收入部分是跟 Web1跟Web2 的定域啊，定物啊，或者是买卖是不同的，在我觉得，因为我做产品，但是有一点要是 Matters 要开始走一个营运方向，不是走投资方向的话，有一点真的要很需要去学习，因为比如说有未来的收入是从 gas fee 里面拿收入的，当然可能一定不是用 Litecoin 呢，因为要是在 Matters 里面，你们团队里面也是用 Litecoin 的话，最后 Litecoin 会归零的，因为他现在 Litecoin 的 liquidity pool 是不够支撑两三个月
Metas 的开支的可能，所以在未来营运的部分，一定是 Metas 自己收入的自己的 token。但是要怎样走的话，因为我曾经营运过两个不同的区块链游戏。我当中我觉得区块链游戏最困难的地方就是，来个货币来个 token 的抽盘的技巧。要多少在 DeFi 里面去买卖呀，或者怎么去tokenization 的分发，这个点是需要很多的技巧在里面。只要这个部分做得好，就能够营运得好一个区块链的 project， 一个 Web3 的 project。在 tokenization 做得不好，或是在 DeFi 里面做得不好的话，整个 project 就慢慢。来个币，就慢慢会走向归零的方向，所以这个点真的，我刚才听到嘉颖说，他现在在试不同的方法，这些方法不是长远的，只是想试试，从这些测试里面去，收集一些经验啊，我觉得现在是这个。是这个特别是在这一点是这个情况，不用太过快去想一个方法去一定用怎样来才能赚钱，一定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应该在一两年前已经问 Metas 的收入来源在哪里，其实我也不知道除了投机以外，但是我觉得 Web3 真的跟 Web2.0 的买卖不同，要是走买卖的方向的话，最后会很辛苦，不单单是 Metas 辛苦，好像我们创作者我们也要想怎么去做了一篇文章，这样子一篇文章变成 NFT 跟着就卖出去，只是单单这样的做法已经让一些新进来或者是在现在好像 Metas 的博主也已经蛮头大了对对对，我想 echo 一下，就是说可能更有想象力的路径永远是我们一起去把这个生态做大做强吧，而不是说我们都想去抛售手中已有的 NFT 或者是 Litecoin 或者是其他的 token 这样子。对，今天晚上我们也聊了有快两个小时了，然后一直有接近50位，然后有50多位的朋友一直跟我们聊天，今天晚上也聊得很开心，我自己是有很多收获啦，我应该之后会再沉淀一下，这一期呢我们也会有文字记录出来，再跟大家分享，就是Matty 会发一个更完整的文字记录版本，刚刚看到就是文字频道也有很多的分享，对，我觉得妈妈专场是可以想的，因为我觉得 Matty 上面的妈妈都好厉害，就是又要带孩子，然后照顾家人，还要玩 Web3， 就是超级强，对，所以对，大家可以就是有什么想法都欢迎去，我们有个频道叫做 AMA 许愿池，对，这里我们可以再继续，就是大家有任何的想法都欢迎扔上来。然后另外还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明天早上就是还是一直以来的时间，就是每周五的早上的东八区的11点会有下一场的就是 Metas Class， 就是会是由我们的。产品经理去，在哥来跟大家上这堂课，然后另外我看一下多比还交代我什么，我先问一下，有位叫浩川的朋友，我有看到你有举手，不知道你是摁错了还是想要发言呢？好，那没有回应的话。没有回应的话，如果你有问题可以就随时发上文字频道上面来。对，我继续说一下，一个是对提醒大家是明天早上11点的 Web3 Class， 然后另外就是今天晚上就是还是欢迎大家去许愿区去提出你想要继续下一次 MA 想跟大家一起聊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好像有社区延伸出来的话题，其实今天晚上是应该是我们这么多次以来人数最多的一场吧，
然后，所以，感觉由社区去延伸出来的这个 AMA 是最有活力的，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去许愿区自荐，或者说是推荐一些新的话题。那么，Bobby，Bobby 还想跟大家说些什么吗？我有遗漏的信息吗没有没有，？OK，好，那今天晚上就到这里，非常非常谢谢。非常谢谢大家，特别谢谢米高，谢谢比根，谢谢 Duncan，今天晚上跟我们聊天，很开心。那我们下次再见，谢谢，晚安好，拜喽，拜，晚安，晚安，晚安，晚晚安。安，晚安，晚安。你保重。